你说早上好。你说浪浪。咋浪了？咋浪了？这树不是一般的树。你让我跳一跳，很没面子的。上去，上去，从这儿走，三个，上，预备起，坐好。就你一个起来了吗？玉龙在床上躺着呢，胡哥在沙发上坐着。你想干啥？我不想干啥。王者荣耀呀。王者呀，来开始。我靠，你下来呀。好的。睡到床上就开始。关门放狗。再跳再跳，走喽小宝宝。你把窗户打开。哇，四台房车外边，给大家看一下，好多房车。这些线啊，这些全部试着就弄紧一点，但是还是不显示，然后莫名其妙的没有显示，然后我就没管它。然后我们现在到这个西双版纳这边，然后超市店昨天就发现它又不显示。大早上起来，第一件事就是带肉哥上王者。辛苦你了，饭都没吃呢。饭都没吃。我好像升级了，昨天打晋级赛过了。从里边找到一个地方。旁边就是水库，他们版纳水库离我茶店也不远，然后是保利集团的，就是水库，它现在内部的地方不对外。那这个地方不错呀，免费又是有点一个位置，还在城里面多好。对啊，那我们干嘛？要是骑个电动车子逛街去了。干嘛待在这儿？咱不是有包裹吗？现在开始把所有的包裹全部停了。哦对，不能。我昨天晚上订了几个，都是27号之前送过来的。就是你看嘛，就是住几天走，这边是朋友的地方，还是当天走？今天几号吧？23、24、23。3号。干完就走。你快递到我，比我快递到27号。我在那4天以后了。不止27号。对啊，你只能过来拉。那到时候就过来拉包裹呗。啊。把这个电动车收了，还没骑呢。锻炼身体。我刚才看那个外面有一个买的跟我一模一样的，是吧？只不过是个黑色的。没准看了你的视频买。为什么这里歪的？不能弄正吗？什么？嗯？啥歪的？这个呀，你看不难受吗，胡哥？我相信你应该会难受吧。难受？你说他呀？这老胡啊，闹呢。那你呢？放你咋了？又放我这？放到你了，放在地上不行。我操！闹呢？还要放地上吗？我以为是他的呢，我都放那。那我这不也要收吗？他歪的原因，他要折，知道吧？知道这是我的。他就是歪的。他要往这面折。你要直的，他就折到后边了，折不下去。哎呦我去，那么重啊。好了，好嘞，因为这边
全部都收完，因为我们要换到市区的一个营地，那边的话逛街啊啥的就会非常方便。把东西全放起来。谁的红盒？然后放起来了，这些东西就放。我就把这个舱门得改大，改到这儿，把壶改的时候把床也升高，改到这儿，基本上到这儿，这样的话去弄东西方便。它有点小，装东西不太方便，改大了就方便了。这要把它升高，舱门改大，这里面还能放好多好多东西，就应该这样改，到时候把这改了。真的是你吗？看他这个舱门就开得很大，就这样的舱门才合适，我那个舱门开得太小了。揽重专用车，揽重房车，揽重不是长城揽重吗？这个呢？这个先放你这，因为咱们到那儿又整它嘛。啊！我这电线我都不打算收回去了，直接就放在后座。好了，全部收拾完毕，准备出发。啊！磨磨唧唧像个女，你们看看啊！一个动，我们一个都动不了，对哥。跟个老娘们似的，这家伙。就像昨天还说特意等我，明明自己那视频没做好，在这边做视频做到老晚。我想说等我。我们都跑了几十公里了，都还在那没动。这个老胡人设崩塌，瞬间人设崩塌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挪车。别倒车啊，直接往前。换地儿。哎，我看着，往前别倒啊！听到咣一声就可以刹车了。一倒就可以。这边看。对，你得往这边走。没事，走远了呢。好了，好，打死方向。打死方向，往回倒。先等么？等啥？你先倒，没事，不用。没事。好了，打死就开出去了。对，打死，然后往前面开出去。好了，现在。月龙也倒出去了，就剩我了。Hello， 哎呀，这个空调关了，有点冷。现在外面的温度是22度，因为还没到中午。中午可能也会更热，现在上这个大坡，阿锦上这大坡吃力不？那那天啥情况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那天我说几遍了，半坡起伏，妈抓都不放是吧？好了，可以走了。刘局长，胡哥。